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姑娘，这位姑娘她的朋友给她起了一个外号，外号是小二货。小二货，掌声有请。大家好，我叫苏丹，今年23岁，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小伙喜欢我你就直说，这事儿你别往心里搁。好好。哎呀，我看了这姑娘这穿着，我特别想问16号。16号吴凯在呢。怎么样？懵了。我都不敢说性感了，杨姐。自打我上几期节目说完性感之后，有好多网友说，凯哥能不能换个称呼，别老性感性感的，太猛了。好，燕燕姐，我能有个请求吗？啊，你还有请求，说吧。那个王哥，我今天在我这场上你就别说话了。你一说话就事儿就多，一说话就女嘉宾表现的都不咋好，完都遗憾离场了，完还没事戴个眼镜框，我还怪胖的。好，但没关系，我老姨挺稀罕你的，成天就在家念叨你呀。要不我先念个老姨吧。孩子，我问一下，你老姨今年多大年纪？我老姨年龄不大，58年的。